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查尔斯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这位是谁啊？你是 Steve Jenny。Yeah， 你看我们现在的装备就知道我们要干嘛了。我们要来看阿拉丁的音乐剧。我们在新加坡，然后这一次呢，就几乎是专程来看这一部的。我是来看。对他陪我，他是来工作，然后他陪我看。因为 Steve 呢，他已经看了这一个阿拉丁的音乐剧，看了几次呢？四次，今天是第四次，所以。Well， 我们呢还有买了最贵的票，坐在第七排的中间，好值得哦，很棒，真的近距离，然后演员的那种都可以看得很近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套票里面还包含了晚餐，所以等一下也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晚餐吃些什么。OK， 好，我们后面这个是精灵哦，它应该就是整部阿拉丁里面的主角这样子。好的，这一支影片呢，我们还要干嘛？抽奖，抽什么？抽这两顶帽子。Wait， 你可以拿着吗？我拿一下那个，我们还要抽别的。OK， 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包抽啊，这个包抽，这太高级了。抽啊！真的吗？我从美国迪士尼带来的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上面什么？这个是魔毯呢、欸，这个是魔毯，所以这个发箍戴起来也超级可爱的。我们要不要抽这个？好啊，抽啊。要抽吗？啊、好、啊啊，所以我们的游戏规则一样，老规则，请你在影片底下按赞留言说查尔斯，我要抽阿拉丁，抽阿拉丁这样好了，好了，就这样子啊，查尔斯我要抽阿拉丁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会选三名抽这个，然后这两顶帽子不要嫌我们戴过会脏，我们就现在录这个 opening 就没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就脱掉，还送干洗，可不可以？不要嫌脏，要抽就不要啰嗦，唧唧歪歪的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呢要先去吃饭，然后呢再来欣赏我们的阿拉丁音乐剧。Go！ 查尔斯现在来到了金沙酒店的57楼的 La Voix 意式餐厅，那要来享用这个阿拉丁的音乐剧附赠的晚餐，一起去看喽。来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晚上要去看的这个阿拉丁音乐剧呢，除了买到最高票价之外，你可以再加一点点钱就可以包含了等一下你会看到的这个晚餐，所以其实还蛮值的啊，就是一个套票的概念这样，所以你来看阿拉丁的时候又可以在这边看夜景，然后看到这个 view， 还有吃晚餐，是不是还不错？现在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吃，因为这个秀呢，就是晚上7:30开始，但是大概7点可以入场。那他这个 package 的晚餐写6点，我们是有提早到了。我想说，如果你是6点再进来，你点餐加上前菜、沙拉那些有的没有吃到结束，我不晓得你一个小时之内搞不搞得定。但是就是如果你有买这个套票的话，我建议大家可以早一点，反正他餐厅刚刚我们来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多人，所以是 OK 的。好吧，来吃吧。番茄很纯，它就是很番茄，但是就是相对的比较普通一点的。
们会办抽奖哦，就是我们会送这个帽子给你们，所以如果你们你看一下，这个是魔毯哎，魔毯哎，哇哦！而且这剧院很不错啦，跟纽约比，它算比较新的那种。对，纽约的剧院都老老的、旧旧的这样子。Yeah, OK, enjoy.